转过霓虹闪烁的街头一楼，视野中出现一座摩天大楼，广告拍上两个字晶莹通透，叫做梦想，有心之人才能突破。伸出双手尝试触摸蓝色天空，微风将头发吹动，握紧双手抬起头仰望着天空，看那阳光洒下来。你还在寻找什么？是否已丢失太多？心动，我带着我出发。